现在的贩卖机越来越厉害，饮料越来越多种，但你敢尝试那些你没有看过的饮料吗？今天我们投了五罐大家不太会去喝的饮料，一起来看看喝起来怎么样吧。先从，我觉得这个豆浆啊，豆浆应该是味道最正常的吧。纯浓豆浆应该是不会雷到哪里去啦，就比较像是可能是。看它是什么牌子。对名屋，对，它其实原本掉下来的时候是热的，它是同一台贩卖机吗？对，所以你掉下來一边有冰的，一边有热的，然后我拿出来超烫，就先来喝纯浓豆浆、欸，豆浆味，豆浆味、豆浆味很重，好淡，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豆的味道，其实很好喝哎、欸，我觉得又合我的胃口，一二三。我觉得如果我是以贩卖机来讲，我觉得应该算好的，因为如果我今天突然很想要喝豆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便利商店哦。而且其实如果它是热的话，应该味道会更出来。真的很想喝豆浆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还行。Lander 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还好。第二罐是牛奶，但是呢，它的品名是写牛奶风味的饮品。在还没有喝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应该会像是胚芽、麦芽的那种调味，就薄酒乳。对，我对它最期待，五五罐里面对它是最期待的。我其实有点害怕哎、欸，它的颜色，它的颜色不是牛奶的颜色呢。但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胚芽？啊？我再品尝一口。那不是牛奶，化学奶味很重。我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这什么东西。稀释过后的炼乳，对，因为它蛮甜的，其实它蛮甜的。稀释过后的炼乳，我觉得它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牛奶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给这个东方饮牛奶风味饮品，我觉得普通，我觉得倒不好了。它其实不是那种，就是我们会喝到的那种牛奶，它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薄酒乳，然后很甜的薄酒乳。这一罐呢是椰奶。这个在拍之前啊，因为我跟 Ria 我有问他说，因为其实我有看过这个的广告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他是爱滋味的，哦，是爱滋味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到太可怕。好，我们马上来开这个莎莎雅椰奶，然后什么大自然椰子胚乳，其实它的颜色很像豆浆哎、欸，白白的，就是。椰奶会有的颜色啦，哎、欸，它很好喝。你有吃过吗？么么喳喳，对，么么喳喳的那个味道，它是么么喳喳的味道，所以因为么么喳喳本来就是加椰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么么喳喳如果里面再加一些你知道那种什么它的那些配料啊，这完全可以变成一碗好喝的。但其实我觉得它稍微淡了一点点，它的味道没有这么重的椰奶味。对，然后就是水感比较重。但是是好喝的，是好喝，这个我推、嗯，这个我可以接受，我自己给一个赞，我也觉得很不错。对，如果我选的话，我会算是已经不错了，对，已经很棒，是大自然椰奶配乳是爱滋味的。其实我们今天选的这五款、啊、都是应该都是在超商没有看过的，但是像你在贩卖机上面看到这些东西，你通常不会去爱买，你通常就会选择运动保特瓶的，对，或者是茶對對對水啊等等，或者是什么汽水沙士。那我们就下面一位，这个呢是香蕉牛乳味饮料，然后他把它归类在饮料。对，你觉得你还没有，你先看它的包装，你觉得它写日文字哎、欸，对，我正想要讲说。它的包装写日文会让我觉得好像有很高级，一点点高级的感觉，是，对它期待感增加，但其实它跟我们前面喝的这个豆浆是同一个牌子的哦。它闻起来的那个香蕉味很重，化学软糖的香蕉味。我现在再把它想象成是韩国的香蕉牛奶。好，我喝喝看。是不是在贩卖机的饮料味道都比较淡啊？有香蕉味，但是是香精的香蕉味。对，喝得下去，但我觉得我如果是这样一罐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把它喝完，有点像喝水，可是又有一个化学的水果味。所以名屋香蕉牛乳的部分，我给它还好。我给它加。那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，我们挑选五款的最后一个。
欸，其实我蛮期待这个的，欸，这也是名屋呢，木瓜牛乳味饮料，饮料，所以它也算，所以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，对，欸，那这样会，欸，其实它的包装都做得非常的鲜艳，看起来会让人很想点。嗯，它这边写简体字，啊，但是它是台湾制造，可是这颜色也不太对吧。我觉得我有点害怕，但是好吧。哦，有，它有木瓜味，它有木瓜味，但我觉得不太妙哎，欸。你要给它一点尊重。我觉得就是那种，它现在已经上场了，喝喝看。好，来了，我喝了。一二三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妙的感觉是，喝进去的时候它一开始很像保酒露，我一喝进去完全就不是木瓜牛奶的味道，是到后面会有，对，后面会有一点点那个木瓜很奇妙的味道，喝下去的时候它是那种我觉得是保酒露可以接受的，然后后面才会突然有一点点木瓜的味道，没有像刚刚香蕉的这么淡。帕帕亚蜜我可能一杯，但是你之前喝木瓜牛奶的时候都是现打的，都是 fresh 的那种。请问你对于这个木瓜牛奶，你给它怎么样的评分？我给它酱，我给它这样，真不行。好的，那我今天就是呢，试了这五款，可以看到一堆贩卖机里面会贩卖的一些饮品。如果你还没有喝过的话，也是不用去喝啦。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啦，这个是我们两个应该都觉得 OK 的，欸，这个，对不对？这很棒，这我给它一个赞。如果你真的是走不了多少路，旁边只有贩卖机的话，又想喝豆浆，或者又想喝其他饮品的话，就欢迎你去贩卖机买。但如果旁边有永和豆浆，请你转个弯就到了。贩卖机的开箱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，拜拜。好荒谬，为什么好难喝？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恶心的，欸，它完全就是被我拉来。像白老鼠的。